我们的日常总是充满着问号。成绩好才是优秀的标准吗？比赛一定要分输赢吗？其实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但只要坚持，总会有意外的收获。我考上了，我考上了！我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向上的答案。2022知乎答案奇遇夜，1月30日晚9点。